欢迎收看《十分访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SG50 乐龄配套。是的，上个星期五呢，我相信有不少的年长者都被一则简讯给误导了，以为要在当天才能够为交通储值卡免费充值50元，结果导致了地铁站的售票处呢出现了长长的人龙。对的，其实呢，免费为储值卡充值50元呢是 SG50 乐龄配套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配套呢是专门为50岁或以上的乐龄人士而设置的，里面包括一系列有时限的优惠。而银发族可以如何的善用 SG50 乐龄配套，让乐龄生活过得更加的精彩呢？是。棚内我们欢迎的是福传山福女士，你好。你好。以及刘伟雄先生，欢迎您。你好，欢迎。上个星期我说到这个误导性的简讯，有没有造成两位的一些困扰呢？福女士，困扰是没有，是说我很多周围的朋友，他们就是说。送那个 WhatsApp 啊，说快点去 top up 你的那个车资卡。我说不用这么紧张，政府也还没有正式的宣布，一定有很多时间的，不用去排长龙。有些就说我排了很久了，在等。我当然也没有，不过我的岳父岳母就有，他们就收到简讯。哦，他们没有先打来问你吗？家人就特地问说你怎么样，排队了没有？就真的是当天去排队。先没有问你查证一下。是，其实家人就是收到那个简讯，其实是误导了，对，然后就其实还回来去带他。是，说到这个50元的公共交通礼券呢，要提醒观众朋友了，它是 SG50乐龄配套的一部分，年满60岁的年长者将在这个月收到通知信。他们可以在6月15号一直到明年，也就是2016年12月31号之间，到通联的公司售票处或是增值机充值储值卡。是的，其实我们看到从去年到今年啊，政府推出不少的配套，好像建国一代的配套啊，包括这次 SG50的这个乐龄配套。长辈们如何来善用这样的一些配套呢？傅女士，你觉得他们用起来麻烦吗？他们不是说麻烦，很多配套他们不了解，因为太多了，所以他们不了解，要慢慢跟他们解释。好像最近这个月有那个很多免费的配套啊，他们可以去Bird Park， 可以去那个 Safari 啊、Zoo 啊，这些很多免费的，有很多人还不了解，还不知道可以利用善用这个很好的配套。也就是不太懂，不太了解。我说你的观察呢？我也觉得是应该是不了解比较多的方面。比方说我们去年开始，就是前几年前就开始那个 CHS 嘛，就是社福 CHAS 卡，是社福助人那个，那个是不分年龄的。对。不过有一个设定，这个收入的千八以下或者等等。现在然后就建国一代嘛，因为当然是总理又说了又说，又李国煌等等的那样的一个节目。对。我想那个比较深入民心。是。现在突然就是 SG50 的那个。然后100个商家一起来，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然后年龄比较不一样，比方说5年免费的5年的一个 passion 卡是55岁以上，建国一代是65以上 ，SG50 是60岁以上，我觉得连我听了我都会有一点混淆。对，最好就是能够比较统一的是吧？对。那我们想了解一下，通常乐龄人士他们获取这些消息的管道有哪些呢？傅女士，他们都是有时在孙子还是。在朋友之间听了一点点，了解一点点，就扩大了多一些，加一些东西下去，有时是不正确的信息，所以我们就跟他们讲，你们最好是要问清楚，如果不了解去联络所，我们新加坡有很多人民协会的联络所，去那边调查一下，可以问那边的资源。没问题的，就多了解一些。参加那个社区活动，刚刚傅女士说的社区活动，还有我们的这个部长啊、领袖啊、社区领袖所一些座谈会等等的宣告、宣布等等。对，这个是比较好的了解方法。也就是说，目前来说，在你们的观察当中，多数乐龄朋友还是通过大家口传的方式来获取信息，对，都没有去查证，是吧？有些好像我们在我们牙龙市来，我们每次有这些好像有这些配套，我们会小组小组的来跟他们联系，然后我们有一些机会啊什么就跟他们讲，因为有些我觉得老人家如果你是一大堆人在一起，好像跟他们分享，他们有时不大了解也不敢问，好像是说你分成小组小组来跟他们接近，那么他们听了我们的意见，跟他们讲，他们听了，他们了解，而且他们也敢问你，
私底下他也敢问你，人少吗？他问错不要紧吗？是不是没有人像他？如果是人很多，他不敢出来发问题。是了解后，我们就知道优惠的回扣相当的多，对不对？很全面的。对。那你觉得乐龄的朋友，据你的了解，你身边的一些其他的年长者，他们最关注的是哪一项？Of course， 当然是关注那个医药啦，这些交通费啊，医药费。但是现在医药费有很多配套，有很多的终身保健啊，这些保健终身健保这些啊 ，Manage Life。我也觉得，接着刚刚胡女士说的，就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比较活跃乐龄吧，一个比较不太活跃的。活跃的基本上可能教育程度会比较高一些，是。所以他们觉得政府优惠的配套就是善用尽用。然后只是说不太理解的话，就是可以拿什么就拿，拿不到就算了。不过他们就可能背后的含义不太清楚。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可以再加努力，我们整个社群、整个政府、整个策略还是可以再加改善。是，除了刚刚胡女士说医疗保健，很多乐龄朋友很关注，还有哪一些呢？保健是第一，现在可能交通也算是，因为越来越多这个活跃嘛，你就必须要走动啊、行动。另外一个也越来越多活跃的乐龄人士想要去加深他们的心理建设，我觉得这个是早在十年前就应该是不会提起。我觉得因为我们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反应，还有这个响应吧，也就是说政府关注这个日常生活一些免优惠的同时，也可以加强另外一方面的需要，是吧？那么傅女士，你觉得这个乐龄朋友应该如何善用一些这样的配套呢？就是说他们政府有什么配套要尽量的利用，要了解，先要了解，要知道有什么这些配套就要去善意多一些用，不用就是很可惜，对不对？对，我想说，在你的这个平时的接触当中啊，因为我们的政府也从去年到今年，如你们所说，大家看到好多配套，会不会现在有一种气氛，就大家在一起总是会问说，会打听，你用了什么，哪一个最好用啊？最好用，而且你拿多少钱啊？200、400、600、800，这是个蛮好的气氛。这样问，当然不要以讹传讹，不过也可以多了解。对，是。比方说，伟雄，你的岳父岳母呢？我觉得乐龄人士应该是会很开心，政府有这些配套，就是觉得很开心，被关照嘛。我觉得刚福女士说的，钱是比较实在的，另外一个就是健康嘛。生理上的健康，对。然后现在有提及的一些是心理上的健康，另外一个就是社区的那样一个联系，也就是这个活跃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就三个一起，就呈现出来的那个效果，就肯定是我们说 aging 啊，就是好好的去成功的老化。到底 SG 五十乐龄配套包含了哪一些优惠呢？好多，其中呢就包括了有餐饮，对，有娱乐。有终身学习和休闲活动等方面的200项优惠，60岁及以上的年长者将会收到通知书、一本小册子和一张饮料折扣卡。你可以凭这封信到通联公司的售票处或是增值机为储值卡免费充值50元。其实刚才就如两位所说的，讲到这个乐龄人士的心境也很重要。对，我看傅女士心境就很健康、很开朗，而且很活跃。对，你参加了很多活动是吧？对，每天都很忙。每天都很忙，什么样的心情让你去愿意参加那么多活动呢？参加活动就自己，首先是自己得到益处，因为心理健康嘛，对不对？那么也帮助朋友。他们也是有心理的健康，那么就有活跃的活动。对对，我们看到照片，你大概可以跟我们讲你参加哪些活动啊？这个啊，这个是在一个回教堂，我们叫那些回教朋友怎么样包粽子？包粽子，端午节要到了。对。是的。那么也给他们了解到为什么有这个端午节，什么它的历史是什么？跨种族的意义很深，还有文化含义在里面。对，是的，那观众朋友，如果呢你想知道关于 SG 五十乐龄配套的一些详情的话呢，可以上这个网站，那就是 www.sg50seniors.sg。我相信大家呢都希望可以学习哦，跟傅女士学习，保持一个很年轻的心态。是，我们也请教一下伟雄，你觉得这个乐龄人士保持心态好，除了跟专业人士当然沟通之外，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呢？我觉得自己家人假设有联系的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老有所养，养不只是在这个有一个屋顶，然后吃住，
衣食住行，我觉得就是大家互相的联系看护，这个是我觉得是首要，其他就是邻里的。那接下来就是像政府所推广的这些东西，我能不能有没有像护理师这样子拉着我一起参与？对对对对，要交流了，最重要要出来交流。是的，出来的。嗯，好，再次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是的，是谢谢你们。那观众朋友，如果你想针对今天的话题提出看法，欢迎到视城有约面部网页留言。广告回来是第二段的新闻，我们回头见。回头见。节目现场，为了配合欢庆建国五十周年，本地音乐人林雅慧和30多名本地歌手以及音乐人一起录制了5首自创的爱国歌曲。这次呢，可以说是跨语言、跨风格、跨资历的合作，会给观众朋友带来怎样截然不同的听觉体验呢？我们棚内非常热闹，欢迎本地资深的音乐专辑监制。心爱的这个音乐专辑 album 的监制林雅慧 Rublin， 欢迎你，大家好。还有本地歌手董子燕，以及本地音乐人叶良俊 Jimmy， 欢迎。欢迎。扯掉一下这个林监制，当初这个想法怎么出现的？怎么产生的？因为我们想做一个东西来欢庆我们国家建国50周年，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用音乐，而且可以找本地不同的音乐人。歌唱制作的不同阶段的一些人来制作一个以前都没有做过的一个专辑，可以混合不同的语言啊，对，然后穿插不同的音乐风格，是非常的有意义，算是给新加坡惊喜年一个大礼物。 对， 对， 对，就是这样。对，这个专辑有5首歌曲，他们各自不同的地方跟特别之处在哪里？他们其实在语言方面都不一样，所以这5首歌里面有4种不同的语言。就如好像我创作的一首《星光》，它是混合华语跟马来语一起创作的。然后有另外一首歌《Love Sings》，唱爱，它是由大米尔语还有英语一起混成的一首歌曲。然后就是他里面合作的人都会有一些后辈，还有一些前辈一起来擦出新的火花，这样是听着就很热闹。是，这个星光是资燕唱的，是还有和Sunny一起合作。现场这么好的机会，给我们唱一小段可以吗？好啊，我们先听这个马来语跟华语配合在一起，对，星光。穿越不同的高空和地平线，我完成了不少的旅途，踏过雪地和沙漠，也听过溪流和飞瀑，在云端和悬崖我俯瞰，看我渺小的信仰Terbang。窗它从不关上，祝福是翅膀，哦，叮咛是方向。耶，很好听的一首星光，它很轻快，对，而且呢带有这个爵士风，是的，有一点点，对，这样的配合合作，在你以往唱歌当中第一次这样的经验。绝对是第一次，用马来语跟华语一起唱一首歌曲，感觉怎么样的？比我想象中的还容易。其实当雅慧老师提出要这样子的合作的时候，我在想说，会不会有点奇怪，会不会有一点，所以当然在某些程度上有点担忧。可是一见到 Suzari 过后，他真的是活宝，然后我们的就是默契很好，是，然后一起合唱的时候呢感觉也很好。然后没有想到的就是Suzari 写的那些马来语的歌词呢刚好跟我们华语的一些词汇有押韵，比如说
bintang 就是马来语星星的意思，然后跟星光刚刚好有押韵。昂这个开口音。对，然后我们飞翔跟 turban 就是马来语飞的意思，也是有押韵，所以在某些层次上感觉也是一种缘分吧。对歌手来说，这种韵口刚好配合。所以就跨越了文字语言的这个界限。对，而且我觉得正好反映了我们新加坡多元种族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而且就是音乐上如果可以这样融洽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和睦共处。没错，是不只是跨语言，比如说 Jimmy 叶良俊这次还跨资历，资深音乐人跟新人这个组合 Sam Willows 合作，对不对？这样的一个搭档和配搭，你觉得有怎么样比较深的感受？第一就是，其实三位鲁现在是新加坡英文乐坛最红的一个乐队嘛，所以我其实听到跟他们合作的时候，我是非常的兴奋。我当然是不用想就，他们也很兴奋嘛，听说跟你合作。还有就是我们的过程其实没有什么代沟啦，因为他们每次来彩排的时候会来我家。那我家会准备很多东西吃跟喝，那他们年轻人嘛就可以吃跟喝很多，我就要节食一点，就要看他们吃。那他们又很好谈。所以都弹得蛮开心的，就是玩得蛮开心的。是专辑里头你创作的歌曲《Come Back to You》，我们当然也要你现场唱一段啦。好啊，听一小段好吗？Joanna 要帮我，因为他们三个不在。好，欢迎两位来。听听这首歌叫《Come Back to You》。You're the one who knows me, you understand me best, my right hand and my compass.My north, south, east, and west. You're the one who shows me life can be more or less. We win some and we lose some. No matter, we'll still make it, yes. Come sunshine and come rain, come laughter or come pain.And come what may, I always come back home to you again. 哇，谢谢。这个曲风优美，对，而且跟刚才那首歌曲风又完全不一样，对吧？歌词也很有意义啊，东南西北。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要翻开很多旧的记忆？其实也没有啊，只是我们说要写这首歌的定位呢，我们不想写一首比较典型的爱国歌，所以我们这首歌其实在诉说友情，那我们是诉说人与人之间友情跟人跟我们的祖国的友情，对，所以是灵感来自友情，是的。你觉得这样一首歌对于这个除了友情之外，因为它这次是爱国歌曲的一个创作嘛？对，那个它的联系会在哪里？联系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跟我们新加坡的关系，其实除了跟一片土地的关系，还是其实我怀念的，每次出国怀念的是我家人，跟我周围的朋友，跟一些熟悉的地方。那所以我这首歌里面想跟大家分享的说，新加坡也是我们的朋友，朋友之间要有包容，要有关心。是这个专辑里头我们看到了很多优美的这些曲风，还有另外的三首歌曲，对不对？所以我问一下 Jimmy， 你会不会觉得本地的这个音乐创作越来越受到国人的关注呢？当然我觉得除了我这已经有在这行已经有20几年了嘛，我就是很庆幸的说，每年我都看到新加坡的乐团越来越活泼，越来越多人，也观众听众们也越来越会接受新加坡的音乐。除了在新加坡里面，我觉得我们的音乐已经就是跨越新加坡，已经出到海外了，越来越多，所以我这个觉得这个现象是非常可圈可点，对，是思妍，对你来说，整个新加坡的音乐发展你从小当然听歌，一直到现在，你觉得它的主要的一个发展轨迹会在哪里，或者什么样重大的一个改变？之前我不太清楚，不过现在绝对是社会媒介这些这样子的一些。科技方面的一些发达，让很多新生代的一些团队能够让更多人知道。比如说最近我们那个冬运会就把焦点放在很多新加坡的一些新生代的一些歌手跟乐队，所以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让我非常欣慰的。虽然我比起他们来说年长了那么的一点点，不过我觉得
这个这样整个的一个趋势呢，让我也更多的平台可以去发挥。两位音乐人都非常乐观，这样我们大家都有机会晋升乐坛。太好了，非常感谢。我能看到的是，我觉得就是制作方面，现在会有多一点年轻人，他们会出国去深造，就是好像以前我在美国深造制作音乐制作的时候。在整个学校可能只有我一个新加坡人，可是现在可能有30个新加坡人，所以以后我觉得我们的乐团会有很多很好的编曲人、制作人会回来，更加蓬勃。还有就是这次发起的新爱活动，除了姿彦跟梁俊，还有哪一些歌手或是音乐人会参与？好多好多，好像梁文富老师啊、陈嘉明老师，孙燕姿、Corinne May、Charlie Lim。除了 Benny Singer、Jeremy Montero、Nathan Hartono， 基本上是本地这个优秀音乐人的一个大集合。是，所以观众朋友呢，你也可以到以下的这个网址呢，免费下载《心爱》专辑中的歌曲。是因为这个专辑要七月才会面世，另外配合音乐专辑七月份的推出呢，制作团队7月3号。将在圣淘沙的名胜世界举办心爱音乐演唱会。好，再次谢谢三位朋友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希望你们专辑大卖，演唱会成功，谢谢。好，同时也欢迎大家收看啊，也欢迎大家到视城有约面部网页留言，你也可以浏览八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的网站，重温节目以及网络独家视频。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明天星期五我们视城有约再会，再会。